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回来《古墓奇兵崛起》。我今天继续来解上次这个，那我这边是解了一点点了，因为那时候卡关，所以我就没有把前面放出来，所以现在呢，这边就重新来做一次啊。那我就从这边把这个降低，然后赶紧去隔壁，去隔壁把这个拉起来。哦，这边就可以爬上去了嘛。那这里爬上去之后呢，这个就可以做那个，就是可以这样射过去，就是对，就这样。然后呢，再用这个绳子下来，这是我的构想哦，还不确定哦。下来之后呢，就再把这个。再用一遍，好的，这样它就会跳上去了吧？这样应该够了吧？我觉得，试试看跳不跳得上去。我就想说中，不是这边，是这样。我一直想说这个到底要干嘛啊？好，我看看这边跳不跳得上去哦。我原本想说是不是站在这个杆子上面，结果又不是。这边是跳得上去的，对不对？好，太棒了，那我就知道，这个女巫的那个。是不是可以打掉？结果那根上面这根棍子啊，它就直接穿透了。我靠，按错了。这个洞我进去过，只有一个文献，所以呢，我就没有把它放上来。好，反正现在我就觉得应该会做，会有，就是知道要怎么用了。这真的就是速度的活。最好快跑！哦耶，完成。我来不及等你啊！什么纳迪亚吗？还是什么？忘记他名字。那边是水，我以为是有东西在发光。这个是干嘛？拉吗？哦，是这个东西。你看，女巫让缆车保持运作这么多年，她好像还做了一些改良，但是我们认为那些绳索还经得起使用，只要能再用一次就够了。两次，事情结束之后，我要回来。好嘞。试试看拉动平台上的拉杆，或许能让我们移动。这个吗？女巫房屋的最后缆车获得奖杯。它移动了，这没东西可以拿吗？这没有你说的女巫很聪明，溪谷的一切都是为了符合巴巴雅嘎传说而精心设置的，接着就是等花粉发挥功效。我上次看到升降机时，它长得可不是这样。你看到什么？就像传说中的一样，
用巨大鸟类双脚行走的房屋，但没有了花粉，就只是老旧的装置。抱歉，我竟然这么相信外公的故事。他是恶国人，对于传说相当熟悉。纳迪亚，你的外公很可能知道他是谁。你说过他曾经是古拉格劳动营的囚犯。我没这么说，事情不是这样的。外公是名守卫，我的外婆才是囚犯。他是一名杰出的科学家，他们把他带到溪谷研究遗迹里的东西，但接着女巫就出现了。外公一直不肯原谅自己，杀了女巫也无法换回他的性命，但这些我都懂。希望我们能及时找到他。我原来挑战是说这个，说上面的那个东西。不到了吗？然后嘞，他会手不动。纳迪亚，快来！不，纳迪亚，怎么了？啊，是花粉的效果。吞下这个吧，外公，听得到吗？我尽力了，我救不了他。女巫就是外婆吧？嘘，已经没事了，我留下来照顾他。是时候了，你现在只剩下一份解药，小心使用。他们把我和其他恶国囚犯关在一起，我可以看出他们眼中的厌恶。但我不怪他们，对他们来说，我只是另一个羞辱和糟蹋他们的人。我没有告诉他们我曾经试着去做哪些事，反正那些努力永远也不够。当叛乱开始时，我已经做好准备。那些来自村子的当地囚犯，那些被招募进古拉格劳动营的人们，他们当时没和恶国人关在一起。他们知道了我的抗命行为之后，就饶了我以及其他守卫的命。当古拉格劳动营陷入火海，我第一次抱起我的女儿，也就是你的母亲。村子里的人们不顾他们自己的迷信，接纳了我俩，而且还愿意帮助我从溪谷中救出你的外婆。跟他们对话吗？没有啊，那么冷漠吗？拿弓速度，哎，我什么时候拿到这种那么多的弓？的临时弓就没了耶。不然用一些白色的。每换一把弓就会有经验了，那我每换一把枪是不是也有啊？没有升级的，
这个会比较好。好吧，升一下，用这一把好了。他一定就在里面，总算到了。又要打了吗？怎么那么多子弹？是他，一直都是他，在黑暗的边缘中伺机而动。我们到现在才明白，他是我们来到这里的原因。他是世界的中心，他可以呼云唤雾，操控我们的心智，也可以让我们恢复清醒。当他说出自己的名字巴巴雅嘎，我们的伤口就会愈合。如果说出其他话语，伤口就会再次裂开。我们什么都不是，只是他的掌中物，我们只能听令于他。我们像是为此而生。哦天哪，他对他们做了什么？他是不是控制那些人呢？他们都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哇，这个有那个耶，好亮亮的耶。好晕，不，我需要最后的解药。又来了，这是最后一份了。啊！靠我！没了。甜呐，甜呐！大老爷的哪个了？对了，丫头，你死后也要跟他们一样服侍我。他们只是一般人，你可以。我知道要怎么做了。哎，错了，我错了，我站这里。伤害不了他，一定还有其他方法。
把你拉回来可以怎么样啊？天哪，他要把绳子切断了！不要动！这里没有东西了吗？哦，原来这里还有。错了，按错了，所以我说走过来这里。回头路，叶子那我没布啦，那重点。有一个，
兵的垃圾，我没能够这样的。最下面，真的假的？该掉下来的哦，他刚刚是上升中吗？我觉得这卡好像在慢慢上升中。哎呀，有布了，终于。是水吗？欸，我这样会不会卡关啊？One day again。真的假的？罗拉，罗拉，你听得到吗？现在很忙，外公醒过来了。罗拉，他就是他，女巫就是我的
外婆，她还活着。拜托，你不能。也许我们可以跟她沟通，我们必须试试。纳迪亚，我会尽力，但我们必须结束这一切。就说吧。啊，这已经坏掉了。我告诉他我是你女儿的朋友啊，刚救了你女儿。该不会死了吧？哦，还好没有。哦，你卡多，够了，快住手！我知道你是谁，我可以想象你经历过什么才能生存下来。纳迪亚是我的朋友。一切都结束了，你不需要再过这样的生活。瑟拉菲玛，你到底？但是你死了，他们告诉我你已经死了。他会没事吗？不知道。不管是对谁，都说来话长。家庭真不简单。哦，我懂，我很懂，罗拉，谢谢你做的这一切。啊，好激烈啊，好累啊。不能走哎。只能转，不能走。哎、欸，哦，没事，他应该还有很多东西，所以不能走。是谁啊？跑到那里要小心，因为花粉的关系，你可能还有点头晕。我在四处走走看看，给他们一些独处的时间。珍重再见呢，获得奖杯。我把里面最后一个锅炉关了，你应该可以安心探索，不用担心幻觉。这个地方真是惊人，我也想住在这里。他这段时间都住在这里，
只离我们几里远。你早就知道了是吗？天哪，现在回想起来一切都如此明显。看哪里还有女巫的灯笼啊？神庙的建筑工程正持续进行，我们决定在溪谷的顶端建造神庙，让它在峭壁的高处俯视底下的溪流。我们还在溪谷底部的采石场建造能把货物直接送往神庙的缆车。尽管目前一切顺利，我却无法忽视那些不祥之兆。我在森林里发现一具长了两颗头的幼狼尸体，并在夜间听见无人能辨别的奇怪声响。新城市里还发生第一起谋杀，我们本来担心有两名工人死于侧边通道的崩塌事件，但其中一名在两天后现身了。他不但满口胡言乱语，身上还沾染着他同伴的血。我们对暴力并不陌生，但我有种感觉，我们已经跨越了某条看不见的禁忌界限。在吗？啊？不是说好可以探索吗？算了，我们今天说他很了不起，但独自做到这样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。先到这边结束啦，探索部分我自己来，谢谢大家收看咯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